诸位参加圣贤教育，成就幸福企业的大德长者，诸位先生们，净空有这个机会接受大会的这个论坛的邀请，要我跟大家了谈几句话。这个诸位大德当中啊，有一些我们都很熟悉，也经常在一起。圣贤教育，西方人没有。那么在东方可以说是中国式带头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到亚洲周边的国家，至少有2000-3000年。那么从外国传到中国来的，影响力最深的是佛教。佛教是印度文化，跟中国人的理念呢相同，那就是圣贤教育。佛法是道道地地的圣贤教育。中国人称圣人，印度人称佛陀。圣人，圣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圣是明白的意思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明白，他不迷惑，这称为圣人。那么佛陀的意思跟这个很相似。印度人称佛陀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，觉悟的，觉悟跟明白了是很相似的，但是人印度讲的神，我们中国讲明白讲觉悟，没有印度人讲的那么具体，讲的那么深入。他必须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。那么这个真相要经得起科学哲学的检验。大家都承认它，都肯定它，这才能算数。大乘佛法确实如此。曾经一度使人误会它是宗教，是迷信。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研究报告跟古圣先贤跟佛法越来越接近了，越来越契合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就是圣贤教育经得起近代科学的检验。科学家肯定这是好事情。圣贤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
中国这几千年来啊，教育的目的，从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，古代的学校是家塾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私塾啊，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，中国古代的家庭一直延续到中日战争的时期，还有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啊，我回到中国之后再看不见了，大家庭没有了啊。那么这样的家庭，我这个年龄在我居住的农村我还见到啊，我从3岁到10岁开始祭祀啊，在这个大家庭里头住过啊，这不是我自己家庭，自己家庭已经家破人亡没有了啊，是我姑母的家庭啊，我父亲的姐姐啊，嫁到东乡晚嫁啊，那么他这个村庄晚村就是一家人，兄弟十个，我的姑父兄弟十个没有分家啊，在一起生活，所以这个家庭呢，上上下下有100多人，不到200人，他已经衰了啊。所以战后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村子不见了啊，人都移到外面去了，祠堂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了非常伤感啊，中国人从历史上去看啊，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伏羲那个时候是游牧的时代啊，神农就懂得耕种了。游牧时代居住没有一定的环境，游牧民族哪里有水草就到哪里去住啊，但是农耕呢，它有田地，所以他就定居下来啊。当然农耕需要人手，儿女越多越好啊，他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农庄啊，就是从畜牧转变成农耕的时代啊。那么中国是以农立国，一直到满清，这个理念政策没有改变啊，因此家族啊就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啊，中国不是以人为本，以家为本啊，小孩生下来这一生为什么？为我的家庭，荣宗耀祖，广大门楣啊，这是家庭每一个人呢应该有的共识啊，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啊，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家有家道
啊，家道是什么呢？治家之道。典籍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妇，这家道正。啊，这个里面讲伦常关系，啊，人人都要把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圣贤教育从这开始。啊，先把人的关系搞清楚，父子有亲。啊，实在讲，圣贤教育是以这个为基础。以这个为核心，啊，父子有亲，这不是哪个人创造出来的，不是一个学术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大自然的法则，啊，父子的亲爱，天性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这是性。啊，性德无量无边，这是性德的核心。啊，那么这种亲爱是一体的。啊，父母跟儿女是一体。没有分别，是真诚的爱心。啊，没有条件的，没有分别的，啊，亲近的爱，平等的爱，啊，真诚的爱心，啊，在什么时候明显的显露出来呢？一般是在婴儿出生。100天，啊，我跟大家做报告、做分享的时候常说，人生百日，提露真常。啊，他的真心，他的本性，完全表现在外面。啊，这个小孩在100天，他会看，他会听。他还不认生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心没有被染污，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啊，那这就是真心。有了染污，有了分别，有了起心动念，这个心叫妄心，啊，佛家讲真妄的标准是什么？真是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这叫真心。啊，有生有灭，啊，会改变的，这是妄心。啊，所以小孩在100天，他用的是真心。啊，对于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桩事情，他都欢喜。啊，他不认生，等到他会认生了，知道谁是他爸爸，谁是他妈妈，他已经被染污了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了，啊，这就是用妄心，不再用真心了，啊，用真心的时间很短，真心非常可贵，啊，真心就是佛心。真心就是圣人的心，啊，真心里面所显露出来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啊，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那就真心，人人都有啊，没有例外的，啊，只是没有人教我们，啊，我们随着环境。被染污，
被外面境界影响了，啊，被外面境界染污了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啊，分别执着是生灭性。啊，生灭心，佛说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那么古时候有人看到了，这就生起个念头：孩子要教如何保持他的真心，在一生当中永恒不变。啊，他用真心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那这个人就是圣人。啊，在佛家里面称他做佛陀。佛圣跟一般凡夫没有差别了，用心不一样啊，用真心叫佛菩萨，叫圣贤。用妄心叫凡夫，啊，凡圣差别就在此地，啊，实际上是一念之差了，啊，用圣人得大自在，啊，显露在外面的是自信的心德，心德是什么？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自然的，啊，这叫道。啊，应用在生活当中，这叫德了，道德了。啊，所以治家之道是从实自心的心得。啊，父亲像父亲，儿子像儿子，啊，知道自己的身份。知道自己应该尽的义务，啊，应该享受的权利，啊，古人不讲权利，只讲义务，不讲权利，啊，讲权利的时候就有真了，啊，里面就有私心。啊，变知之后就变成竞争，变成斗争，啊，变成战争，那就是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与信的180度的相违背，啊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每个人伦常关系很清楚，啊，都能够遵守。自然的规律，啊，就是佛法讲的心得，啊，儒家讲的本善，人心本善，本善是心得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啊，那个善是赞叹的词，就太好了，啊，好到圆满。好到无法可说，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包括刚才所说的四果，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善的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包括三归、五戒是善。啊，再细分则有六义，有六度，有六合，有六波罗蜜，有普贤十愿。啊，这就圆满了。起心动念不违背，
这是道，不违背这个道，与它相应。言语造作也不违背。这个人在中国人称为圣贤，在佛法称为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圣贤毕竟不是多数人。啊，多数人还是被环境影响了，被环境所感染了的多数人。啊，因此家道里头啊一定有家规。啊，这个家规是规范一些被染污被影响的这些人。啊，跟圣贤生活在一起。家规家训，啊，中国古人所说，过有过法了，家有家规。人人都能守家规，就不会犯过法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社会，啊，现在研究的人不多，啊，外国也有少数研究中国社会。中国的家太重要了，中国几千年立国，啊，世代沉船到现在还不衰还不灭，什么原因呢？家。啊，家是个非常有效果、有能量的凝聚力。啊，所以团结是外国人讲。中国人从来没有团结这个名词，为什么？家族就是团结，啊，不可分裂的团结，啊，这是与道相应的，它不是人为的，自然的团结。啊，像《弟子规》。这就是属于家规，啊，家训一类的，一家老少，个个都要遵守，个个都要懂得，啊，不能犯着规矩，啊，所以他有家学，家学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私塾，家庭子弟学校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教育是家庭负责的。啊，国家只是考试，啊，考取人才，进国家的学校，国家学校培养什么人才？培养统治的人才，啊，也就是各级行政干部，就像现在的党校一样，啊，各级领导的人才，啊，干部的人才，是以这个为主的，啊，考取之后叫现考。陈秀才，省考是举人，啊，殿试，皇帝亲自做主考官的进士，啊，那么进士、举人、秀才都是学位的名称，像现在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啊，那么你拿到这个头衔，你说拿到秀才了，啊。国家就给你现在讲工资、生活费用，国家养你了。希望你什么？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啊，你不需要工作，你的生活的时候国家照顾。啊，那个时候都是拿粮食，不是用钱做待遇，
一年大概都是七八十担的米呀、啊！啊，你当然吃不完，你卖掉之后可以做别的用途啊！啊，我们看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当秀才的时候，啊，秀才要分很多等级，啊，他拿到最多的时候，一年拿到90多担米。啊，这国家考取人才啊，所以小孩家庭来教啊，国家只是考试，考取之后上国家的学校，那完全是公费的啊，都有待遇的啊，所以有家属有家业啊，家庭所经营的事业啊，通通可以经营啊，在过去多半呢是农耕啊，也有其他的行业，那么还有家庙啊，家庙就是祠堂祭祀祖先啊，无论多大的家，宗庙是凝聚的根本啊，我们是一个祠堂的，就是一家。啊，现在祠堂虽然没有了，啊，我这个家族，苏家的家族，安徽庐江。现在过去我们同一个祠堂的，现在差不多还有15000人，这一家人。啊，大家都希望的时候能把祠堂再恢复。啊，那么现在的政策不许哭。啊，可是这个要认真考虑啊，对社会对国家有好处没有害处。啊，那么现在要恢复。我的想法应该建一个祠堂，这一个县市建一个祠堂，万姓先祖纪念堂，我们团结整个民族啊，中国现在有50多个族群，我们和50多个族群为一家人，大团结啊，中华民族，这好啊，祠堂平常是春秋祭祀祭祖啊，其他的时间做什么用呢？做学校，就是家庭子弟学校私塾在祠堂。另外一个用途养老啊，落叶归根呢 啊我们在外面服务，到年老退休了到哪里去？回家，回家养老。养老是人生最幸福、最快乐的一个时代。啊，你看，从小严加管教，没自由啊。啊，那么中年学成之后，服务社会。啊，晚年的时候回家养老。所以中国把幸福人生幸享福啊放在晚年啊，养老的时候祠堂就是老人活动中心，这个里头有说有唱有玩的啊，那学校也在里面，学校当中放这个下课的时候，小朋友都来找大人，老少玩在一起，叫天伦之乐啊，这外国人没有啊，是人生真正的享受啊。啊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外国人，外国人一生苦，对的，小时候啊，儿童的天堂，中年人的战场，
老年人的坟墓。啊，那么中国是颠倒的，中国是少年是严加管教，啊，中年的时候奉献于国家社会，晚年享福。晚年享福是真享福啊！啊，那么我们传统的家没有了，现在我们期望的呢，就是企业家，啊，诸位企业家，希望企业家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庙继承下来。啊，我们企业里面可以建祖先纪念堂，这个祖先纪念堂也可以说是万幸的，不是所有员工啊，我们的祖先牌位都供在这边，这里面养老也有啊，企业办学校，办一条龙的学校，从幼稚园办到高中啊，大学可以上国家的，让国家办学就办大学啊，基础教育的时候由企业来负责啊，这个好啊，啊，把从前教育的理念、教育的方法啊，孝道、师道恢复起来。那中国至少下面有1000年的盛世，太平盛世 啊，中国出现太平盛世1000年大治，整个世界安定和谐，全世界人民都有福报了，那这个贡献就太大了。这个幸福不是你个人家庭幸福，社会幸福，国家幸福，人类幸福，这功德就太大了啊！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对企业的期望啊！现在真正在做的，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吴念博先生呢，他在做，他做得很有成就啊。另外北京还有个胡晓林啊，他不是个大企业，是个小企业，但是也在做啊。他告诉我他准备办子弟学校啊，办养老院，养老院不是一般老人，员工老人，就是一家人，子弟学校呢也是员工子弟啊，想用企业恢复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啊，这个好啊！啊，这是中国这个民族啊，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特色了。全世界其他族群你都找不到的啊，值得去做实验，做成功了，值得发扬光大，带动全世界安定和谐，不但中国出现盛世，让全世界出现太平盛世。我的话就说到此地啊，嘱咐啊，这一次论坛圆满成功啊，谢谢大家。